茄子这么好吃，鲜辣开胃，干掉三碗米饭的下饭神器，五分钟就能掌握。首先呀，长茄子去皮，均匀的切条。这个茄子切好之后啊，咱们加入食盐，给它呀杀一下，杀十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十分钟过后啊，你看了吧，这茄子的水就出来了。锅放底油，茄子给它煎一下，翻个煎另一面，倒出控油，另外烧油，大辣瓣煸香。大辣瓣啊，给它变颜色以后，完全挥发出来香味以后，放入葱姜蒜，加豆瓣酱。豆瓣酱啊，煸出红油，加水，放茄子，加入糖、盐的少许，豆瓣酱已经很咸了，加入青红椒，最后勾芡。行嘞，做好装盘。哎，我还没盛完了。